梁国雄议员。主席，嗱，即系讲个，即系举一个例啊，一个人系咪好谦逊咧？就睇到嘅。嗱，话说有一个人咧，就俾人称为五个伟大嘅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天才。呢位系毛泽东。佢一次讲到呢度嘅时候咧，佢知阿林彪揾佢笨咧，佢话哦。伟大统帅都算嘅，我有指挥打仗；伟大导师都系，我读过呢个师范，呢、这个长沙嘅师范学院，都好谦佢。虽然间其实咧，佢谦逊之间咧，真系扬眉剑出鞘，真系杀咗你都唔知道。即系佢就会觉得啊，我都系教过书，人哋嗌我系伟大的伟大导师，我都可以担当一下。你谂一谂。呢、这個咁嘅叫做吳克儉嘅物體，佢係人力資源嘅做阿哥，竟然間呢、这個梁振英都唔知喺邊度揾佢出嚟嘅，青眼有加，喂你嚟做啦，唉，喂你真係可謂你話如果唔係裙帶關係，嗱你啲關係就冇嘅應該，都可能有喎，因為梁振英都開過公司嘅，即係。摸不着啊！即系呢个象白金刚摸不着头脑，点会揾一个人力资源嘅人嚟去搞教育嘅咧？咁我只得一个结论啦。如果佢唔系裙带关系嘅，就系、是、好似呢一个七杀碑咁啊，杀杀杀杀杀杀杀，杀人手杀资源，咪搞成咁咯。即系凡事咧，我哋呢个教育事业咧系一个百年树人嘅大业嚟噶嘛，系咪？又要播种，又要施肥，又要去护养幼苗，又要令佢呢个茁壮成长。你用一个咁嘅人，系以悭钱，以系咧呢一个睇人嘅眉头眼额去赚取呢个生活费用嘅人力资源就系咁简单啦。大部分嚟讲，系咪？你叫我去做，我就帮你睇下间公司点样悭法，华哥。咁樣去做嘢，你話官制之敗壞，我真係未見過。咁當然啦，係咪外行領導內行嘅結果呢？就梗係我哋都試過㗎啦，係咪？即係衛星田啊，即係話哦，阿葉建源，你知唔知啊？外行領導內行就係咁㗎啦，話嗰啲人咧可以企喺啲嗰啲稻米嗰啲稻米稻上面咧跳舞都得嘅，有人信。嗱，吳克儉，所以我就減佢一。六個月人工同一年嘅人工，點解要減咗六個月人工呢？就是、其實就應該將阿 CY 嗰個人工呢就減翻俾佢，因為 CY 害佢啊嘛，就無端端唔知點樣，即係呢個拜相嘅時候就拜咗一個咁嘅人翻嚟。嗱，我舉一個例，點解我問呢位官長係乜嘢嘅官職呢？其實我冇意冒犯你，都唔係考主席嘅。因為人哋德兒嗰班家長成千人喺出面啊，哥，佢就喺芬蘭喎，你係死唔死啊？喺芬蘭都唔緊要啦，教育局冇人去見人，咁仲有一樣咧，我一陣想啊陳家洛議員落嚟做一做證嘅，佢對德兒嘅家長嗰個輕佻嘅嘢咧，我真係大鑊，呢個。CY 話我哋理俗嘅粗俗，你知唔知啊？陳家洛親耳聽到啊，吳克儉點樣講啊？喺呢個德兒幼稚園嘅學生安置問題上面，我引述一陣間啊，陳家洛可能來講，啲家長執到啦，英藝好過德兒咁多，又係名校，偉哥，你話呢個人係咪做生意嘅呢？是不是啲邪門咧？依家撈尾啦！我再重複一次，主席，你聽清楚。啲家長執到啦，英藝好過德兒咁多，仲係名校，維哥。人哋幾時同你講係咪名校啫？人哋話個仔女中意讀嗰間學校有感情，或者係喺個社區裏面呢一、這個就學。呢個咩人嚟㗎？呢個咁粗鄙，俾佢執到啊？係咪？嗱，所以話。一葉而知秋，你話佢今日有冇興趣去見嗰班德兒嘅家長？佢冇嘅時候，
佢嘅麾下有冇人去？你都執到啦。嗱，主席，如果呢個司局級或者梁振英係睇到電視直播咧，唔該你，你揾人去見一見你啲得意家長，唔好煩我哋立法會啦。我哋立法會唔係處理啲嘢噶嘛，係咪？嗱，講完呢一段咧，就見微知著之後咧，我首先就即係覺得咧，吳克儉第一個嘅任務就係咩咧？就係梁振英嘅政綱。嗱，梁振英嘅政綱咧，我真係熟讀噶啦，而家。佢嘅政綱咧就有一個政綱咧就好簡單嘅啫，係好短嘅，真係就係盡快實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就係得一個條目就係盡快實行十五年免費教育。OK， 咁我問啦，咁而家阿梁振英都做咗差唔多五分二啦，咁你點樣盡快法呢？盡快嘅意思即係話 sooner is better， 即係話盡快，越快越好。用中文嚟講就越快越好。喂，咁你而家龜步牛步任你揀，總言之就係喐唔到。嗱，其實吳克儉咧就見過我一次咁多嘅，約咗我去金鐘一間嗰、那個酒店嗰度飲一杯下午茶。嗰日副局長又嚟，就是、解釋呢個十五年免費教育嘅幼兒教學。佢就賴嗰啲校長咧，係成日想攞著數，傾嚟傾去都係想攞著數啦。主席，你做教育嘅人竟然间成日諗埋人哋搵你搵住你着数，你死唔死呀？冇得搞㗎嘛，个脑有病呀，知唔知呀？有脑癌呀。人哋啲嗱，可能有啲校长也好，係同你讲緊话，你如果你要我做嘅时候，你有咩保证呀？我哋师资点呀？我哋如果请嗰啲老师，你 upgrade 咗老师嘅时候，咁佢又要有加人工，佢加人工之後，以前我就短約嘅，如果而家俾個長約佢嘅時候，嗰啲保障點啊？我夠唔夠錢運行啊？喂，呢啲咁嘅嘢係一個有腦嘅人都知道，你一個 corporate 即係一個企業嘅嘢就要做嘅，成本效益都要計成本㗎。喂，佢同我咁樣講，我當時笑一笑，我係啊，我知道。你咪嗱嗰陣時就啱啊 ，CY 上場冇幾耐，我記得都未轉冬天嘅。喂，咁你而家講咗，你用咁嘅方法去處理十五年免費教育，你話你係咪辜負曬所有希望喺十五年免費教育裏面嘅持份者啊？家長搞唔掂，都唔知道十五年免費教育到底要俾幾多錢？俾咗錢之後冇一個合適嘅教育，嗰啲先生又唔知應唔應該去讀書？你就算去讀書嘅時候，你有冇提供到課程俾佢，可以做一個堂堂正正一個？呢、这、一個有一個圓滿資歷嘅幼兒工作，喂，阿哥，吳克儉以為年紀越細教嘅嘢越少，係咪啊？咁幼兒啊嘛，教咁少嘢，你都唔知道幼兒教育嘅重要性啊，哥，係咪啊？根據呢一個心理學家，二至四歲學嘢最多，四歲之後咧就慢慢就差嘅，去到六歲嗰陣時，慢慢就學就難啲噶啦。喂。你依個唔係施捨，即係話你幼兒教育唔係話喂，你以前讀幼稚園嗰陣時冇錢讀，或者你訂佢嗰個俾人管下。我哋而家要做一個國際都會，唔係話嗰啲咩創新科技係軟實定係咩人才啊嘛，哥，明唔明啊？葉堅源，唔係話今日有一個 innovation， 咁我哋註冊咗佢賣俾人，而係我哋整一代一輩代嘅幼兒係得到合適嘅。一個專門嘅幼兒教師去啟發佢哋嘅智慧，培養佢人格嘅成長，呢個係重中之重。當你個政府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 ，CY 去做話盡快實行十五年教育，佢心中有冇呢個概念？唔係施捨，而係一個經國際世八年嘅大業。咁你揾一個唔識嘅人。全部都係講錢嘅人，睇小人哋嘅人去做呢一樣嘢，一定唔得啦，係咪 ？CY， 你揾我做呢個局長，我都搞得掂嗰啲人啦，冇嘢㗎，虛懷若谷啫嘛，係咪啊？唔好呢個喐喐下又話心痛惡絕啫嘛，係咪？人哋真係心苦痛絕啊！你唔理啊，我唔恨啊，係咪？嗰個嘢就係咁啊嘛，係咪？個原意就係話你唔使嚟揾我。
你過期門而不入呢，我都唔緊要嘅，千祈唔好嚟揾我，因為我心痛而護絕。所以呢個嘢唔可以錯㗎，一個係原因，一個係結果。前嗰兩個字係原因，後面嗰個結果。喂，呢個吳克儉咁樣做，我哋唔係冇去催谷佢，冇去俾佢聽下群眾嘅聲音。嗱，佢唔聽，佢走咗去芬蘭，我哋追唔到佢啊！我葉建源議員，我哋係咪安排咗好多嗰啲聽證會？係咪破天荒啲校長嚟到立法會，唔喺嗰個教學嘅場所嚟到呢個立法會同你講，得出嘅答案係乜嘢啊？博嘴博舌咯，呢個又係同特區政府嘅施政就係話，總言之，口舌嘅嘢咧，就算唔係口舌招遊咧，唔去尋人滋事咧，口舌都唔可以舌俾你，一定要喺個呢、這個立法會嘅平台或者喺公開嘅場合，一定要打低你。喂哥，咁樣去傾嘢，一套戲啦，係咪啊？何謂人和啊？人和唔係話。講下為大家和氣，係你要有你嘅身體語言，有你嘅風範，人哋感覺到你諗過人哋嘅問題，一出口好似食咗八箭牌香口膠有香氣嘅，唔係咧就係你一講我駁你咁咪臭咯，口臭點搞啫？點接近啫？嗱，所以這個吳克儉佢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唔識嘢係唔緊要嘅，你咪學咯阿哥。咁我未見過嘅，你啱啱講大學又係嘅，講大學你問佢喂，點解呢一個我哋淨係而家仲係得 19% 嘅人可以讀到呢個教資會資助嘅大學啊？點解唔可以加啊？我哋點解你唔加都唔緊要啦？點解咁多大陸學生落嚟讀，仲要侵佔我哋嘅學位啊？佢又係咁講，我哋冇嘅大學佢自主噶嘛，哥。是不是全世界都有大學讀嚟讀去的啦。喂，你啲講乜嘢啫喺度？如果你係一個教育，即係一個真係做教育嘅人，你會明白就係話，當你去到一個流動嘅過程，你由下游向上游嘅時候，你截咗佢就瓜㗎啦。主席，讀書嘅嘢幾年㗎咋哥，出嚟做嘅嘢讀乜鬼啊。所以你如果喺呢一個提供大學教育嘅時候，你已經阻咗佢一陣啦，要佢讀呢、這、一個，因為我哋得19% 啊嘛，其他嗰度食嗰41% 咧，其實就要兜個圈走去讀嗰啲乜嘢 up 都唔 up 啦，真係乜都有，有先兜翻。咁你仲係要喺嗰個上游嘅過程裏面，佢畢業嗰陣時已經瓜柴㗎啦，因為讀遠咗，呢個使咗好多錢，好痛苦。咁你喺個上游，佢再想向前行讀碩士、讀博士嘅時候，又俾人哋其他人落嚟截咗佢。個原因係咩？主席你都知啊，因為大學如果自負盈虧嘅話，海外生唔係淨係大陸，海外生係俾多錢㗎嘛，係咪？海外生係要有宿舍㗎嘛，咁你係咪擠壓咗我哋啲香港嘅大專生啊？喂，你幼兒又唔掂，係有個起源又唔掂，個中端又唔掂，所以其實即係講到呢度真係，唉，我都。即係冇計啊！我第一我係一路都冇參加個教育事務委員會，我就即係你都知我懶啦，主席，我都冇乜點睇文件，淨係聽落去個冇聽到嗰度即興噶啦，係嘛？咁你到中小學又係咯，小學嗰陣時候我哋話喂，那個人口結構你唔掂嘅時候，你考慮佢而家又整咗一個新嘅措施就係咩咧？一係就縮班，一係就縮班，一係就縮人。唔係，一係就抗人，一係就抗班，咁大佬點做呢？因為不能持續㗎嘛，因為你個學校一抗咗班之後呢，你由第一年加到咁一路直上㗎嘛，那個學校維持唔到㗎嘛。咁我聽咗之後吳克儉就係冇嘢講。主席，我就即係講到口水都乾，我都未話得晒。我呢一節呢我就唔講住，我俾第二個人講。我就覺得吳克儉可能應該是扣6個月的人工的，因為那個委任他做教育局長的人呢，即是梁振英呢，其實要負責任的，應該在梁振英那些人工那裡撥一部分給他的。不過現在我們立財政預算案不可以這樣做，沒辦法，那我就講到這裡先。